别再问是善是魔，从来分不清此间善恶与对错，三千两人当梦寒光乍破，但敌人心不平时逍遥人我能隐藏海什么，禁锢七天我无归无处去漂泊，生死已逼近幻觉天还行吧，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不太难对付的样子。差一点点，没我帅了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啸天坐第四排，杨戬坐第七排。孙小迷坐第五排的空座。拉我干什么？去你的位置上吧。以后就是我们的同学了。以后就我罩着你了，小兄弟。小弟弟，下课请你吃冰淇淋啊。谢谢，不过炸鸡腿行吗？哇，大玩具一样，好萌啊！都安静，安静，上课了。好久没读书了，真怀念啊。人类的高中课本。对本大爷来说，小菜一碟。等等，这是什么天书啊？这是，把脚给我从桌子上拿下来。本班是重点中的重点，想成为社会未来的精英，就要从现在开始有个样子。要是不想成为呢？既然来到这里，说这个话晚了。是废铁，我也能把你锻炼成金刚。切，本大爷不陪你玩。杨姐，你刚才要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我要听老师的话，好好学习来着。那废什么话？老师坐下。杨姐，坐着不要乱晃。杨姐，你揪前面的头发干嘛？杨姐，不要打呼噜。我不信我牛津教育学博士镇不住你个小丫头片子。八婆，看你粉笔还有多少。哼，如果某同学执意想尝试粉笔连发的话。哦，校园总是带着一丝青涩的气息，香槟绿茶里透进一片柠檬的味道。青春真好。但我只闻到一股臭豆腐的味道，就是从你们这儿飘出来的。那臭豆腐为什么要跑到楼顶上？我们只是想丰富学生的夜夜流水生活吧。是神，而你是魔。我们也许暂时目标一致，但是我们永远冰火不容。更恰当的比方是光与影吧。停止这种无聊的废话吧。孙悟空没有死，他能秒杀那么多拔，说明他的战力已不弱于我。他已经在修罗界历练成魔，但奇怪的是，他
他的魔性竟然被杨戬封制。杨戬使用什么妖术竟可驾驭孙悟空的心？我刚才的失败就败在造心一环。唉，奇怪的东西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探究答案？没错，这种解剖蚂蚁字的事我实在烦。没问题，不过我要借用一个神将的躯体。准，完成任务前不要再来烦我了。谁知道呢，是我们的寂寞在相互召唤。孙小迷，回答一下黑板上的问题。怎么不会？这道题的确难一点。一只猴子会做什么题啊？有个成语朝三暮四，就是笑话猴子的数学能力的。老师，我可以上黑板前看看吗？老师，我会做。完全正确，只是你一直看不清黑板。什么？这个也看不清？奇怪，这家伙不是火影？我什么呀？我是说，他的眼睛这么差，不是被火熏过吧？你说什么风凉话？这孩子怎么不早点配眼镜啊？嘿嘿，怪模怪样。谁说的？很好看。杨戬，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？杨戬，你怎么那么眼熟啊？糟糕。还有小丁，你也是。能看清楚真好。是啊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吓得肝颤。桃子。香蕉、菠萝、水果都可以。好啊，那就去吃甜品吧。会得心脏病啊，有木有？服务员，要份外带。孙悟空这家伙，不是在装失忆吧？看他那样子不像啊。如果他真的在装，那么只会是想怎么更狠毒的报复我。杨戬，你为什么骗我？对了，阅兵时不是说能让人彻底喜欢上另一个人吗？这家伙看上去也没怎么喜欢我呀，不会是阅兵时过期失效了吧？吃饱了，回家喽。这份给啸天吃。这么多悬念，真是伤不起。怎么，有什么心事吗？什么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啊？你们回来了！喂，杨戬。喂，老头，有个事儿很麻烦，你得帮我。哦，是这样。你在问是善是魔，从来分不清此间善恶与对错，三间两人都
生死已被尽欢绝天一锁，心灰明月已绝歌，披环顿号冒险开河。